环境，大家都要尽本分。唔係話咁理想，咁係琴日咧先至稍微好翻啲，所以諗住趁今日咧最後幾個
心咧就叫最後衝刺噶啦。咁啊，要提提市民啦，雖然書展咧係點鐘先至結束，但其實4:30咧就睇經已咧係停止賣飛噶啦。所以如果想嚟嘅市民咧就要留意啦。我哋喺度報道行新先，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。行政長官梁振英話：扶貧委員會通過動用關愛基金推動四項紓困措施，又決定提早制定貧窮線，證明政府有決心推動扶貧。渠道暢通，有你幫手，梗會成功。渠務投訴熱線2300-1110。
中央與遙感地球所提出評估受災情況，現時今次地震影響範圍大概是16,000多平方公里，受災人口大概900,000，仍然有不少人失蹤。其中在文苑拉魯村，一個在地震發生期間獨自出去賣嘢的8歲男童仍然失蹤，救援人員連夜搜索。中央氣象台預測，今日同明日兩日文苑會有雨，由於震央位於山區，降雨可能不利救災，提醒民眾同救護人員要防範雨震同埋降雨引發嘅地質災害。來自電視記者吳敏報道。歐洲多個國家持續受到熱浪侵襲，其中意大利未來幾日嘅氣温會高達攝氏40度。酷熱天氣之下，意大利羅馬仍然有大批遊客去到許願池參觀，有人用池水洗面過關。預料未來幾日當地氣温會高達攝氏40度，法國的氣温亦都達到攝氏33度。在巴黎艾菲爾鐵塔附近的公園，民眾在池邊透涼，狗仔和小朋友更加跳到池中消暑。有旅客說天氣熱令他們沒心情四圍走動。鄰國英國亦都持續受到熱浪侵襲，在威廉王子太太凱特分娩的倫敦聖瑪麗醫院外面，這個學生就說抵受不住32度的高温要回家。氣象部門說今次是自2006年以來英國經歷最長時間的高温天氣，預測未來會有雷雨，預料氣温會在今個星期尾回落。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敏報道。一個挪威女人去迪拜公幹嗰陣，被同事性侵犯。佢報警之後反而被判監，事件引起關注之後，迪拜突然間實謝佢翻國。事件嘅主角24歲嘅達利夫獲實謝之後攞翻護照，就話會盡快離開。佢今年3月到迪拜出差，俾男同事性侵犯之後報警，不過反而被警方沒收咗護照同現金。控告他發生婚內性行為和飲酒等等的罪名，判監16個月，而他的男同事就只是判監13個月。他之後向傳媒公開事件，迪拜近年經濟發展迅速，吸引大批的旅客到訪，不過仍然是非常保守的地方。港股北京超過400點，重上21,800點的水平。中央穩投資補增長，舒緩市場對經濟大幅減速的憂慮。港股跟隨內地股市顯著做好，打破近日悶局。恆指高開100點之後進一步攀升，最多升468點，一口氣收復50天同埋250天線。中午收報21,854點，急升438點，半日成交增加至328億。大市今朝咧就出現一個突破250天線之後咧，出現一個急升，可能多唔少都係投資者補倉同埋呢個追貨嘅。我相信短期嘅話，大市有機會咧，可能再上試翻高一市嘅位置，好似就係100天線達到22,000點附近嘅。縮短內地減存款。亦都支持大市，神華同中煤能源反彈近半成，是上晝表現最好的兩隻藍籌，中石油升3%。全內地亞洲重啟新股上市，滬深股市早市升超過2%。大市電視記者陳業亮。恒生指數最新報21,897點，升咗480點，總成交378億。最活躍港股，工商銀行升2.1毫，建設銀行升2.3毫。中國銀行升1.3毫，邦石 A50 中國升2.9毫，盈富基金升5.5毫。中國移動升4.4毫，匯豐控股升8.5毫，中國石油升2.9毫，中國平安升0.7毫，中興通訊升1.92元。恒生指數期貨即月升524點，總成交66,000多張。日經平均指數升115點。睇睇美元匯價對日元99.44，英鎊1.536。